大家好，我叫于娇，今年23岁，来自吉林省榆树市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娇娇抠起来有一套，对我抠的一边靠。好，对于16号马哥来说，这个又惊喜又惊讶又惊吓啊！不是你那手咋的？手指盖子长啊？那咋能刮到这儿了呢？就是想让你永远记住我，记住没有？没记住。我叫于娇，记住没有？没记住。再问你一遍，我叫于娇，记住没有？没记住。你俩都挺倔呀，一遍一遍问，这边就是没记住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娇，我今年呢23岁，然后呢，我的职业非常神圣，就是让你来我家睡觉。嗯。哎呀，你一个人啊？怎么上我家待着去？我家可得劲儿了，妈呢？大哥呀，住店不的呀？我家可得劲儿了，这车还得上我家住去呗，行不行啊？大哥，上我家住去呗，我们俩可好了，可得劲儿了。你干啥呀？没错，我家就是开理店的，在榆树市铁北路城南宫店所斜对面，娇娇理店。我家环境可好了，贼舒服，贼得劲儿啊！我带你们看看去，走，环境可好了，走。那这就是我住的地方，我就住在吧台，然后呢，我再带你们上我家那个客房看看啊。这有家客房了，然后呢，我家是灯有点暗，对不着吧。还有就是我家这个床单啥的都是一次性的，我家在榆树环境是最好的，最干净的。然后呢，我每天都宅在家里，我妈还说我抠，抠抠抠，死抠死抠，每天就不是把钱藏在这儿，就藏在那儿。洗衣服了，或者是说你收拾包了，肯定能白钱。每天除了买菜的，上超市就买大架子、花架子，然后下架的那种，便宜。然后买的水果都给你一顿，都是破烂，没有好的，便宜，死抠。看这多好啊，一顿还能吃了，这么大的一顿还吃不了，还使唤这个，你看多好啊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你看，每天直播200块钱进账就够我零花钱了。上门给人美甲接睫毛，这就又来钱了，来钱道还多呢，还能做一场，我这藏了不少小金库，这类钱的都得偷我攒着，要不然该让我爸发现了。我这人实在也不是咋的了，总有一些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啥的就给我打电话，突然之间冲我借钱，然后借完了就要不回来了。开门，快点儿啊！为了避免再往外借钱，我也有招了，然后到现场可以教你们。还有件事，就是你们有空都上我家睡觉去啊。16号马哥，你短片里边说什么借钱，就时间长不联系的人管你借钱你就借啊，完现在咋的不往出借了？不往出借了，要不回来。要不回来那拿呗，你看我能不能借出来吧？就我管你借钱，就时间长3年没联系了，这俩完了，我就突然间有一天，我就给你打个电话，完了就要管你借钱。嗯，打吧，打电话吧。喂，你跟哪儿呢？在家呢。那啥，吃不吃饭呢？我吃完了。那你晚上饭不没吃呢吗？我减肥。一会儿我买两张电影票，完了咱俩看会电影呢。你花钱呢？啊，我花钱。那行。啊。完看完电影，咱俩这小酌一下吧，找一个小酒馆。也是你花钱，行。啊、我花钱，这都是我花钱。行。完了，电影看完了，完就吃饭那功劲儿。我得跟你吱声啊，哪玩意儿？吃饭钱没有呢？什么？吃饭钱没有呢？咱俩你要是借我点钱，我想管你，就请你吃点饭。你没有钱要冲我借钱啊？就是借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我也没有钱呢，我天天我没看我都不吃饭吗？就是没有钱，我天天我都馒头完吃咸菜的。3年都没见了，你说你还跟我苦什么熊啊？这一圈人都知道，现在就你有钱，你说。吃顿饭也能多少钱？百八的，是不是？我没有钱啊，就开始哭穷是吗？我现在过得可困难了。那你现在都困难到啥程度了？你跟我说说，我得同情我才能知道你真没钱呢。原先我180多斤，现在140多斤，你说瘦啥样了都？我妈说我长得胖，像大缸似的，然后说我必须得找个个高一点的，然后我也觉得我应该找个高一点，要不然的话个矮的话在我旁边不跟小鸡崽子似的吗？台上呢有我喜欢的男嘉宾，然后我也一直关注他，他呢有一点强势，有点不正经，然后还有点长得磕碜，不咋好看。
偶尔呢他还会提起他的父母，然后呢他还跟我们榆树有过交集哦。我也喜欢笑，正好他也喜欢笑，让我俩笑笑特别有特点的。很多人都跟他表过白，但是他没跟别人留过灯，所以代表他不花心。我喜欢经常显出王者风范的淡定，我喜欢能折腾能干，然后还不闲着，我特别喜欢好打抱不平热心肠的样子，我很喜欢。我觉得他就是喜欢那种独立的靠谱的孝顺的有想法的，脾气还不能太蔫的，我就是他想找的那种人。如果抢人不犯法，我今天就是来抢你的。请出意中人，请出意中人。这回我记住了，这回记住了。嗯，站在男神对面了，想说点什么吧？我给他准备礼物了。哦，好，是自己去拿还是梁哥给你送？梁哥啊，来，梁哥送礼物。好，谢谢梁哥，谢谢。那时候在快手上吧，就是那天我就看下雪的时候，你就出去烧烤，我觉得特别动手，特别心疼。我把你，现在我都把你当我家里人了，真的心特别痛。然后还有时候你穿肉串啥的，有时候把手都穿伤了。那个我挺抠的，然后我给你买一副手套。这其实有一块钱我都没买，我这是五块钱一副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打扣，对我心爱的人就不扣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好，好，然后你放心，就算以后你干活啥的，我一定会给你照顾好，因为我是个特别孝顺的孩子。好，